的一整片花海热情绽放，新设的大地穿上鲜艳新衣来见客，搭配层层堆叠的山景，画面美不胜收。而这样的美景一年仅可以见到一个月，许多游客为之着迷。八号开幕当天一早就从各地涌进大批游客，还没有看到场内了，不过场外面积大一点，不过花的样式没有去年好，对，还可以再多元一点，对，因为我是觉得太颜色太单调，去年比较精彩丰富，对，今年的特别漂亮，真的，比去年还好，因为我去年来的话，我是觉得还不错了，但是今年我觉得更好。规划的话还蛮好的，而且它整个园区这样子规划下来，人就不会都挤在某一区这样子。33公顷的花海区以斜心街做区隔，一边是绿肥区，种植大面积的太阳马、向日葵跟油菜为主，营造金黄耀眼的田园景观。而景观草花区是以几何图形排列各种草花的植栽，凸显缤纷多彩色调。而同样备受瞩目的，还有2公顷大的国际花坛节，主题为心动台中。不同于花海区以撒种，这里是以数十万的盆栽造景，透过空拍可以看到立体的台中国家歌剧院跟香菇屋等。而为了一睹他们的风采，游客甘愿排队，8点开门蜂拥而进。主要是要强调我们台中是一个宜居幸福的城市，所以说我们今年的主题主要都是要表现出我们的相关的一些市政建设，然后以此来强调我们台中的宜居的一个环境的，包括我们在里面有展示了三大的花坛。这次的花坛节呢，总共约使用了约是40万株的这个花卉。那因为花坛的这个呈现的方式比较不同，您可以看到现场我们有非常多的大型的立体的以花卉来呈现的大型装置。那因为它必须要在半空中来做呈现，所以除了结构的组织之外，我们使用的不是一般种在泥土上的那个栽种方式，而是盆花的方式，然后以这个结构的吊挂来让它能够更有层次感，并且呢在浇灌系统上也特别的去特别的这个去做设计，能够让这个悬挂在半空中的这个盆花呢也能够在活动期间维持很美丽的一个状态。今年的国际花坛节别具巧思，国家歌剧院旁还加入各种造型花精灵点缀，每到整点就会随着音乐曼妙舞动，还有其他的小确幸等着大家来探索。只可惜开幕的第一天碰上灰蒙蒙的天空，但不减游客兴致，活动持续到12月7号，民众得把握机会来赏花。记者林佳桦台中采访报道。